欢迎。听说你们今天愿意唱歌吗？愿意。那很棒哎，你们要现场演唱还是对嘴？现场，现场。你们有可能要重组这个团体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单飞之后各自有各自的天空。可是你知道他们团名叫做剑哎。强吗？这个团名太好记了。那个叫阿玛，引起你们团名叫剑啊，类似发音啦。叫什么？卷。那很好。卷卷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三取我们三个女生的第一个英文字母。你叫做你是哪？你是 J M 里面的 Monica， 所以你是我是 A Ava， 然后另外一位是 Jill。那个 Jill 已经退出武林了吗？对。因为这个团太恐怖吗？没有，他后来觉得说他可能压力有一点大，因为他自我要求跟你们俩同团，你不要客气，因为最主要是那这个团体三个人里面只有那个女生是最会唱歌。宛若，你若不是看康熙来了，你知道你的团员唱歌唱成那个样子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人愿意拿出大笔钞票，然后硬要帮这三个女孩出一张唱片，我何乐而不为？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？想说就不赚白不赚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就试试看嘛。如果起得来就起来，起不来的话，他们还是可以做猫。那你回到家，你有没有跟你老公讨论说，天哪，他们三个还出唱片？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要试音，然后我们还其实大概有十几个女孩子去试音，然后每一个都试了，然后每个都试唱一首歌，只有英琦没有唱歌，然后但他去可能塞奶了一下。然后就那个团体里面就有他说他有唱，你有唱吗？我们说他是裸上身唱。你当时上康熙，你是说你有进去试唱哎？可能有一句吧，因为我个人觉得他的歌声棒呆了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。那是我今年最爱的一个声线，真的。英琦快点来，加油加油！听海哭的声音，就这一句就好。宛若在，快点唱下啦！大家那么想听，很好。预备，不是太难了，太高难度了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很简单呢。不了情，不是会唱哦。心不了情，很好听啊。歌曲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等下留在我们唱自己的歌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在那个，你一定要唱过去。快点，你唱三句。心不了情很好听。对呀，你唱三句才能回来，快点。好，不然钱帅君慢慢走出来带动他。先唱一起好不好？一起。情难了。我想宛若当初把它塞进卷里面真的很过分的，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的实力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在录音室的时候其实他一直都有唱哎，可是对，但是因为那个老师就会把他声音慢慢咪掉。你说拉下来拉掉没有？所以你的信心是在康熙被毁掉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跟你讲真的，英琦，因为他现在好像误解了。真的，乖乖，你现在赶快上。一人这样完全丧失信心，你要如何鼓励他？对，是我们把他，是我们把他击毁的，是我们把他击毁的吗？是，可是英琦，你真的很好听啊！你平常不是这么别扭的人啊，怎么会？从那一次以后，我觉得我。都会真的假的？现在有后悔曾经参加过这个团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要一直从我这边寻求答案呢、啊？他一直这样看着我，想说我会给他答案。是一个好的回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可不可以自己回答？我没有要给你答案的意思。是一个好的回忆。可以啦。你是怕我的眼睛会盯到你，然后你就开始唱歌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现在像我们，所以我现在开始回避你的眼神。你现在上我们节目变得很防备哎，有吗？没有，我有很放，有吗？我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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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跟那个梁鹤群怎么样？对，英琦，请问一下，你的第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蛮久之前。发表会多久？忘记了。是完了完了。大学的吗？还是？他聊起来真的聊了。我们欢迎英琦还有钱帅君。过去的情人节有你，今年的你已经不在，陪我夜里看星星到天明。情人节这天失去你，空气都沉重到。
吗？有需要搞得那么励志吗？不是，引起想哭？为什么？哭的点是什么啦？太感伤了吗？回忆到过去，觉得岁月不饶人吗？秦轩，你怎么了？想到以前哦。我觉得你们卷真的很难捉摸哎。你是说吃了很多苦吗？这几年下来。节目结束的时候应该会有飞碟来把他们接走吧。等一下我要听你哭的点是说组 jam 的时候很辛苦，还是说后来当模特？还是你很怀念这个一起唱歌的感觉？其实就是有啦，会怀念。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年纪很小，所以其实那个团体来得很突然。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，就是看到他老了吗？过了五年。我懂了，对，就是经过五年之后被摧残成这样子，觉得很感伤。因为这件事情发迹之后，我们立志于就是做自己，然后想要在别的领域就是让自己更有成绩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其实这张唱片没有那么样的不堪回首。OK。但是想到过往种种，跟到现在，会觉得啊，真的还蛮辛苦的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让你们发迹哦。没有了。不过这五年来，我老实讲，你们幕后主脑到底是谁？他给你们在脑袋里面植了什么晶片？就如果没有这张唱片，我现在钱帅君还是一个小小的模特儿。但是有了这张唱片之后，有现在的我，其实我很感谢。他刚才那个台词应该很像夜市人生会出现。今天没有这个什么东西，我徐熙娣也不会站在这里。你干嘛抄夜市人生的台词啦？他想讲什么就让他讲，你为什么要？你这样他会不好意思讲啊。因为他也是够另类这个人。你需要我们帮你找老师辅导你吗？心理老师，心理的。心理的，好，可以的。我们可以拍那个过程吗？我想要辅导心理的，因为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地方受伤了。这是心吧，我想。那今天钱帅君你要站起来。